超级过瘾的麻酱面皮。火鸡面黏糊了，辣，辣，辣手吃点，可爽了。火鸡面你就得煮个时间长一点，八九十来分钟，越煮越入味儿，煮黏糊的一吃，哎呀可爽。火鸡面要想煮这么黏糊的话，就一定煮十分钟以上啊。哎，太爽了。精仿一比一，牛蛙腿，米线。吃饭啦，尖椒肉打卤面，小根蒜。把子肉，
糯米蒸排骨，有点不辣了，是不是？哦，不对。这不小的好吃。今天咱家温的大黄米饭，瞅瞅。教你啊，大黄米饭，瞅瞅。嘎嘎黏糯啊，老黏了。这个大黄米的话是黏米，是糯米，能蒸饭，能煮粥，还能做粽子。嘎嘎好。想吃的老铁，视频下方小黄车，欢迎大家下单品尝。